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乔小兵乐，我是小韩。抖音大火之后，也顺便带火了一大批帅哥们啊！在一众男神中，最为突出的就是四位长得好看、唱歌又好听的小哥哥，真的是无法停下对他们的喜爱呀、啊！下面小韩就来跟你们好好展示一下抖音四大男神的魅力吧。摩登兄弟。摩登兄弟的粉丝真的不是一般的多，每次他唱歌的时候啊，身后都有一大波粉丝陪着，这架势粉丝证明毫无疑问是真唱了。除了讲真的，摩登兄弟的走马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哦。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家，每月现实世界两难。郭聪明是什么花伞还落在你家，你眉间如花波浪迹天涯，为我泡杯花茶，和你游戏不搭，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。这位男神走的是啊搞笑路线，每次呢他自问自答那一句好的呢好的呢笑的人肚子疼啊，真的是太贱了。此外他的一首酒吧 K 也是非常好听的。Somebody save your soul cause you've been sitting in the city,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, all this love has got you losing control, you're like a drug to me, a luxury and a sugar ringo, I want to good like every good night, you are whole and the whole。火火这位号称抖音最快的男人，他的快嘴红遍抖音，他翻唱加快版实在是让人惊叹。当然他的慢歌也是非常好听的。爱过你就当你是错的人，有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，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，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。王北车这首萧亚轩的歌曲，没想到却被王北车在抖音上唱火了，只能说这位小哥哥实力太强大了。另外他的陷阱也是用实力吸了一大波粉呐、啊。这明明可以用颜值吃饭，却非要靠实力的抖音四大男神，您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哟。这里是 Top 音乐，每天给你们推荐好听的歌曲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点击关注哦。我是小韩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